一把锋利的刀子能让我们切得相当顺手。但这样的锐利度难道只有名刀才办得到吗？一位经常在网络上教导大家做菜的日本网友就购买了一把仅需100日元约30元台币的刀子，并反复地磨刀，最后展现出来的结果超惊人啊。这位名为 John 的网友常被观众询问该买什么样的菜刀，他表示根据形状、设计等要求，这个问题因人而异，但不管大家买什么刀子，都不能忘记磨刀。他推荐每个人定期用磨刀石磨刀，让一把刀能发挥它的最大效果哦。为了示范磨刀石到底有多强大，詹就到百元商店里买了一把普通的菜刀。经过反复磨砺之后，这把菜刀变得超强大。磨过的百元菜刀变成能轻松切开纸张，甚至能割破矿泉水，是众人难以想象的锋利。詹也是想透过这个影片告诉大家要好好保养菜刀，这样他才能多年来使用如新哦。现在真是学到拉 Tilda 了。